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在 Computex QNAP 微联通的会场，这边替大家各位带第一手的最新的产品介绍。那我们来看今天到底有哪些，这次到底哪些产品在展出呢？来看这边第一台是首次曝光的 TS251B 两倍的Intel Celeron 处理器的 NAS， 那可以看到双核心处理器，那另外也具有2GB 跟 4GB 的记忆体，那同时呢，你也可以轻松的扩充到高达 8GB 的一个记忆体。那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它是会被定位为目前最可负担的一个平价式的一个入门的一款两倍的 NAS。 那这边不仅具有一个 HDMI 输出以及 4K 的影音转档之外呢，另外呢也看到这边有个 PCIe 插槽，所以呢你即将看到就是在这个两倍的机种上面呢，最容易可以看到可以更容易扩充这台 NAS， 具有非常高的扩充性，包括你可以安装一个 10G 的网络卡，甚至呢一些无线网卡等等都可以来做一个很容易的扩充，或甚至 USB 3.1 的扩充卡都可以轻松的替这一台 NAS 做你之后的一个扩充应用。 OK， 所以这一台就是一台全新的 TS251B 两倍的 NAS。 那再来呢，这边也是我们首次曝光，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工程的原型机，叫 TR004， 这一台是具有一个 USB 3.0 硬体锐的一个外接的扩充装置，那具有四个 3.5 寸的硬碟扩充槽，可以看到四个 3.5 寸的硬碟扩充槽。那这边最具有特色就是它具有一个 USB Type C 3.0 Type C 的一个扩充一个接座，所以这边就可以使用它所附的一个 Type C 到 Type A 的连接线跟 NAS 来做连接扩充。那另外呢，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具有一个各种不同 RAID 的模式一个切换器，所以呢你可以利用这边的硬体模式的切换器来切成，例如说RAID 1啊、RAID 10、RAID 5这种不同的 RAID 的组合，或是 RAID 0以及各个单颗这种没有 RAID 的一种的一个设置的状态。那另外上面这边就是一个确认键，当你设定完之后再按个确认键，大概持续3秒就可以当它切成另外一个 RAID 的模式。好，那这边除了可以跟 NAS 来连接做一个最大的特色之外，你也可以将它来跟你自己所既有的一个 Windows PC或是 Mac 跟 Linux 电脑来做一个容量的扩充，它基本上就可以视为一个具有一个硬体 RAID 的一个大的外接扩充装置。好，那这边就是个全新的 TR004。 那再来的话，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最近所推出在今年的像这个刚获得这个 Computex 的 Best Choice 最佳一个选择的一个奖项 TS328 的三倍 NAS。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来做非常容易的，可以让你在同等两倍大概两倍的价位带里面就可以来做一个用三 K 点做一个 RAID 5的一个设计。那同时它又具有一个2GB 的记忆体以及四核心的处理器，那另外又支援一个硬体的转档加速转档，所以呢任何你的影片啊都可以轻松的转成各种不同容量大小格式，在你的手机平板上面或者甚至智慧型电视上面来做一个播放。那再来呢，这个是九倍的 NAS， 这边是 TBS JVX， 这个是也是我们今年推出的三台九倍 NAS 的最高级的系列，是不同的一个选择。那我们九倍 NAS 呢，从有 ARM 的处理器单纯做一个储存，那具有 10G 的一个传输的功能。那另外一台的话就是具有 AMD 的处理器，然后有不具有 GPU 的。那这一台 TBS JVX 就是这九倍里面具有 Intel 处理器，那双核心 1.8G。但是呢它又具有一个内建 GPU 的功能，让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影片加速转档，以及有 HDMI 输出的应用，你可以随时的接到你的个人萤幕或是电视上面做一些影音的播放，或是甚至虚拟机的输出。那这边也是我们在这一台呢也是获得了今年的红点的一个设计奖。 OK， 那这边的话是 QNAP 一个 10G switch， 它是一个 12port， 然后其中具有 4port 的话是 SAP Plus 这种 10G 的一个连接的交换口，那另外呢其中 8Port Combo 你可以来做不管是 10G PST 或是 SAP Plus 都可以来做一个交换的连接来使用，那非常可负担，在各大一个网络网通商场都可以看到。那这边的话 QWAC200 的话就是我们也是 QNAP 今年所推出的一个无线的 PCI 扩充卡，所以呢当你将这个 data 这张网卡以及它的天线安装到一台具有 PCI 插槽的 NAS 之后呢，你就可以透过我们的 AP Station Wireless AP Station 来做一个无线机台设置。那它最大的特点是它具有 2.4G 跟 5G 的双频并发的一个无线机台功能，所以基本上你就把它想成一卡抵两卡来使用，同时可以发射 2.4G 跟 5G 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讯号。那最下面最后呢这边就看到两台 TS 的 77XU 系列，这边我们现场所展示的是8倍的 877XU，
跟另外一个16 base 1677XU。 那其实呢，这七七超全系列是具有从 EU9 倍、我们在 EU 的一个机身里面塞入了4颗 3.5 寸的硬碟，以及5颗 2.5 寸的 SSD 的一个扩充的配置。那另外呢，在 2U 的形式里面，我们具有8倍跟12倍，然后呢，它这个 3U 就是16倍。那另外有一台没有展出的，就是即将在8月所推出，就是它具有一台24倍，2477XU 的一个机型。那这边全系列都是采用 AMD Ryzen 处理器，那你可以看到就是有 Ryzen 31200、Ryzen 51600以及 Ryzen 7170这三种不同的，从4核心、6核心一直到8核心，根据你的不同的企业需求来可以立即的做选择哈、来做提供不同的效能。那另外这边可以看到全系列我们都有内建一个2个 10G 的 SA Plus 的网路口，上面是采用 Smartnic 的一个基于 Mellanox 的 CX4 的一个网卡晶片，所以这边的话可以透过 QNAP QTS 的独家软体来做一些网路的offload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使用，例如说 ICE 的这种网路加速 ICE 型网路加速的一些应用。那另外的话，记忆体的话都可以扩充到最大64GB 的 DDR4 的一个记忆体的配置。那另外呢，这边的话就也是我们在 Ryzen 的处理器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不仅是在16倍，像16倍跟24倍，你都可以安装额外的安装那种 P 显卡来做一个图形的输出以及转脑加速应用。另外呢，你也可以将这些显卡直接 pass 给那些虚拟机来使用。那另外呢，在如果你选购的是6核心跟8核心的机种，处理器的机种，你也可以使用我们的 Virtual QTS、VQTS 来将 QTS 做一个虚拟化的应用，配置给不同的专业的一些网络设定以及权限设定等等。那以上就是这一次我们在 Computex 所展出的一些最新的机型与产品，提供各位介绍，谢谢。